对。你看它一擦就红了，看到没有？嗯，一擦就红了。是什么问题、啊？寒气很重。可能外国人都是喝冰水。嗯，寒气很重。嗯，跟他只要让他少一点。可是他们喝冰水，但是不咳嗽，为什么？不咳嗽不代表没事呀，因为我们从小接触的是喝暖的，对，他从小接触是喝冰的，但是不代表没有寒气，对吧？嗯。我前面也跟他说了，印子应该是退掉的，然后他说他没有完全退掉，对吧？说明比较严重。对，我说这没有，就代表他其实不是很活血。嗯。